耶耶，哦 ，Here we go。Welcome baby， 欢迎光临 RANG， 这是我的生命，被来自欧的光别急着说我不行，我会慢慢的向你证明 yeah， 不断的坚持我就加油，我 hit song， 你们的冷嘲热讽造就我的成功，说不停的眼睛躲在屏幕背后， I'm already on the next level。紧握后面别靠背，外带飞机氧气飞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因为我的心跳麦克风是我的坐标， I got hustle 每一步不见谅，在没得风的背后飞到他先和外界抽离，好的心跳这有什么错， I don't like a 整理料的 trap beat， 只有一步就是个欢迎各位来到爱奇艺自制啊！哈喽大家好，我不是说唱歌手，我是赵让。那我们先让赵让先来吧。我来吗？我不是说唱歌手，我是。我是谁呢？我来节目之前知道，知道谁、啊？那你能？算了，好。对不起，那你？哦呦，哇！独立音乐人有多独立呢？工作那种独立。你都有？就相当于他。最后到。你这个挺喜欢唱啊，可以看到大家。我就不真说唱歌手嘛，就得说实话，这个是算的。说什么五行缺啥么玩意儿，就是不太好。咱俩是一个师傅算的吧？你也说五行缺火，所以有个玉，这个也看不出来。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哪儿了，那个就是太多了吧，有点玩冒了，然后就改了这个名。OK。大家就是稍微小小的游戏啊，虽然四位都不是100%的说唱歌手啊，但是呢他们有很多不同。好，来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取字形的选，赶紧把那有代表作扔了，商量一下吧。没有能不拿吗？那我健身房给我好好招待吧。都这么商量好不好？交给主人了，这么太难表了，追死掉怎么办？这我碰都不敢碰一下。好了，那么既然说所有的标签大家都选完了，那么每个人分别说一下为什么是抢夺多少的标签，多少的班课决定了你们心。了解了吧？按照顺序来，一张一张来吧。一张一张来吧。十个。好吗？没事。那小老师活死人嘛，很多嘛。某个现场演唱的活动啊，哇，被震惊到了。我就一个月没有直播，给他是吧？有没有人想要招待一下啊？谁的机会就给谁。好怪，好奇怪，好奇怪。哦，我觉得软硬度如果说按一来满分的，大概是0.8。哇，他这个都没什么弹性，硬，大概是0.95。我大概去鉴定了一下哈，赵，你要这个吗？要啊，那我肯定得这么，我必须要，因为我感觉我这儿的应该基本守不住。哦，一个身上贴着 peace and love 的人，然后呢？是，但是他没有 peace and love， 所以这张标签就是他这个。来，你还有最后一个 freestyle。哦哦哦！哟，今天我们在。我们干嘛？哎呀，到你了，到你了。对，兄弟 ，freestyle 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如拿走。那我 stand love 还是有一点的，行，好，白板吧。啊，这个是不被定义，就是、基本上，什么是快乐心？这种就什么我都愿意去尝试挑战。我从小，后来呢？我从挺，后来呢？对，哦，他的职业蛮多的。对，你给我吧，真是守不住了。
Justin， 我觉得身边的人跟我熟的都觉得我是个傻子。赵哥，要不给我们讲个笑话？给你讲，等一会儿，我想一下，我有必杀技，你要看吗？看。杀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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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对，哇哦，这个必杀。可以了，可以了。好，有人想要这张 interesting， 他又比我这个还厉害。好，下一个 real， 都心虚。最后一个啊，有代表作，对，能广为传播的都算。守住了四个。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刘思零零后狙击手王一云，王一云。Okay， 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主要是歌好听啊。卧室录音棚，哦，可以吗？还是？哦，那给你吧。好，四个就都。这个呢，胸差不多，要不说到下期了。很多留下了。画蜜。哎，但不得不说，直播的人我很佩服，我觉得你们真的画面是吧？给你了，对，我把他给轮呢，就有和谐四秒的 bank 币，四秒，进入这个第二轮的小游。好，每个人呢都要接受专属的 real talk 的考，十五秒的 bank 币。来来来，我们第一位，我牌子已经准备好了，好了好了，来，三啊，这么快啊？我们的第二个。啊，这个好啊，一定要来吧，来吧，来吧，来啊，来吧，请说，差一点点，所以你要一定要听清啊，原来不是这样，我觉得有点质疑的声音，问题啊，请说啊，做 UP 主啊，这个不是，你听我讲，不是，请说出跟。和王汉哲谁的很 real， 我觉得很 real。 你们知道我发过歌吗？知道，刚才在那看到那个碟了。所以你就认输了吗？好的，说出能替代我 real talk 了，行，来最后一个问题哈，说出一个，这有点有秘密吗？你跟戴两种大葱跟小葱。这一轮的话呢，你总共打挂了。我们下一准备，你起床，我质疑，起床不应该先上厕所吗？我就是手这样放前面，然后就冲不到这只手。认可了哈，想合作的三个 rap， 他基本上就是说圈内没有什么太想合作。好的啊，下一个问题啊，请说出三个你在。来，我们来再看一下，哇。我干吗？瑟瑟发抖。看过吗？你看过吗？什么什么？那下一个问题很敷衍，三个帅，三个帅，我觉得有。在场的人当中，男团 UP 主、模特接。我下一位赵让，这么快就到我了。来，对的，到你张过。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在哪三个地方可以找到你？北京、上海、广州。哇，这个好快！因为北上广，哎，其实来上海不就是录节目了？对，然后北京的话就是公司在北京，都是家在广州。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哈，你洗澡的时候会做的三件事？打沐浴露、打洗发露、用护发精油。说出三样红色的东西。红色的东西，邵逸涛、刘思念、赵让、魔幻君。cool， 哦，就是你们三个都很红。三个，超一线，超了，超一线，超红的。来，如果说你有一个妹妹，啊，你会把前组合里面的周震南？为什么？我觉得我如果有妹妹，她应该最想认识。下一个问题哈。请说出最喜欢的三个 rapper。 张颜齐，这一听就是对的。盖，行，中国风。硬拉上我，凑过。你有三个小孩，你会给他们起什么名字？赵云，不利。赵不利。赵上天。
赵尚，赵云这个角色吗？赵不利呢？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脑子里不利不利不利。但是，希望他能上天。那公布一下，你最后哈是答对了四吧？来，这个位置太恐怖了，太吓人。准备好，请说出你们平时的灵感来源呢？伴奏电脑创作灵，请说出三个。觉得你猛真猛，我想不起来还有谁。确实，你在说唱圈二，哦，都波也比你高，榜也比我高一点。我的赵玉涛比 real， 很果断。真的只听自己的歌吗？是歌词，是这个 hook 是对了。你下一个问题啊。我们东西不一样，不一样。看一下现场谁最有当模特的潜质。哦，恭喜！要是有机会的话，那肯定要啊。他都这么说了，那必须得上。好嘞，来下一个问题啊。你的音乐吗？对，起码刘思健是唱作音乐。真的，我的大。确实快，确实快。啊，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这个环节呢，叫做游戏，总共是四轮，遇的人进行开启动作，进行描述，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力的给出多的提示。画的人呢是赵玉涛，你的第一个题目哈，可以开始。啊，火腿。呀呀呀！钱，好厉害啊！那确实到位，确实。呀呀呀呀呀呀！呀啊什么呀这是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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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好厉害呀呀怎么那么简单呢有点难度了吗呀呀呀这不一个一个字也行过来你知道吗用呀有点呀呀呀呀猴子四个啊，四个字，直接说出来了。我说一给我里叫叫，你们要怎么比划这个东西？哦，对，他有这种手势。对，对还有手势。看。OK。OK。一周的时候答对了啊。没了，蛮厉害哈、啊！我们照让答对了两题，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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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崇拜。好，好，耶！对了，哎呀，那第二个。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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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啊！哦，展示难，确实有点难。哦呦啊，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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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好像心有灵犀。呦呦呦呦呦呦呦，几个呦？迎来当心说唱。耶耶耶耶，呀呀呀呀呀，太恐怖了！赵让跟刘思健啊，都答对了两道题。你选秦夕。下一个，下一个啊！哟，挺厉害的，信仰。银行，轮答了几个呀？闭麦了。那结果我公布一下哈，这样子，我没得选 T。你是，我们开始了哈。T， 英语。Freestyle。T， 什么玩意？你刚才想。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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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让，我这次发的这首歌叫做《Lullaby Dream》，然后它是我第一次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然后，对，然后这首歌免费，不要钱，希望大家可以多听一听，一定会让你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希望这首歌经过这个舞台之后，能够成为一首 hit song， 谢谢，爱了。我们今天的录之后的计划是做一些什么呢？其实也没有特别远的目标，就是一次创作，突破自己吧。二浪呢？我其实就是想再努力，多尝试尝试创作。好了，周的说唱歌手身边的，来我们的这个，拜拜。关注一周的说唱歌手，爱奇艺官方号，发现更多精彩内容。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一起大屏看一周的说唱歌手，爱奇艺专属流量，随时随地想看随意。下载爱奇艺泡泡 APP， 更多精彩说唱内容等待解锁。下载爱奇艺小说 APP， 互动赢好礼 ，rap 任意听，小说随心看。来八大 APP 社区参与歌曲二创有奖活动，赢精美礼品。来创作中心用最酷的说唱拍视频，给你的作品加点料。爱奇艺微博、微信搜索豆芽表情，获取一周的说唱歌手同款表情。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上微博参与一周的说唱歌手话题互动，助理 rapper 打歌舞台，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百度搜索一周的说唱歌手，看更。